哈啰，这里是连怀伟的连载中。嗨，你们好，今天呢，我要录一个 vlog， 因为最近在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这个东西，这叫什么？反正这边写的是 Wonderful Life， 它这个东西呢就很神奇，它我是第一次见的东西，反正还觉得挺好玩的。就比如说这写四月四号，然后星期六要干嘛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六月十八号做眼保健操，我觉得我每次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分享一些，对不对？五月十三号关心家人的健康状况，我觉得这本书就会也不是书，就这个小东西，反正还可以挺值得一试的，你不觉得吗？然后今天是四月六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四月五号是睡懒觉，确实做了，做得很彻底，100分。四月六号让我来看看哦，四月六号是这个观察自己的身体，观察自己的身体。首先从头开始吧，观察自己的身体，我觉得我的头发还不错，对吧？然后眉毛有点短。脸就算了，评价了，反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。脖子还挺细的，反正还可以。然后就是下半身，反正白倒是挺白的。观察自己的身体，这边有一个伤疤是那个干嘛我忘了，反正过几天就会好了。比如说这是小时候的一个纹身，这里有一颗痣，观察自己的身体，我的指甲长得很快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什么小太阳什么小月牙，反正就这个几乎不见了。我不知道每天养生在养生些什么，这些东西都不见了，是不是越长大就越没有啊？不知道。然后最近有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，因为肚子好像有点东西，有点多余的脂肪。还有腿倒挺长的，腿就不入目了，腿倒是挺长的。然后观察自己身体，额头倒是挺高的，反正我觉得，但我爸妈说额头高的人是有福气的人，所以这点应该就当成是有福气的意思吧。额头这里还有颗痣，差不多。喉结这样还可以，但一说话就会往上。嘴唇的话，这里其实是有一条疤，但是这个美颜相机有点过度了，所以看不很清楚。这里有一条疤，是以前我那个邻居，也不是我亲戚家的小狗咬的，就是也是作死，我就把它抱起来就说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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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它就直接咬下来了。到最后恨他恨死了，反正我想懂。好，观察身体就这些了。